我是台湾苗栗的范嘉萱，我要分享一个见证，就是昨天，姐妹约我喝咖啡，我顺便到卖场停车。当我骑到卖场的时候，它是上坡的，我的右边是水沟。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要向右倒，我那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个手抓住我，让我的手把那个车子紧急刹车刹住在那里。当我的脚就马上放下来，我一点都没事。我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感谢主。如果不是主，我一摔到那边去的话，绝对是骨头粉碎性骨折这些都来了。主，我这个年纪是不得摔的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一定要分享这个见证。神在我身上行神迹奇事，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祝福，嘉萱越来越好。